就是反着说，反着说。那我说了以后，你们会给我贴上标签，说我这句话我是反着说的吗？嗯，不会啊。哦，那你不是坑我？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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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啊。倚天屠龙记的剧组是一个特别没有人情味的剧组。据说你们在倚天的花絮当中看到，身为成都人的我，吃的是金汤锅。其实呢，在吃之前，我是将辣椒包放在了袖口里面，然后加一个菜，往袖口塞塞，然后掏出来再吃掉。我觉得我眼睛挺大的，直到我遇到了他，因为我以前跟其他男演员演，像云溪呀，就是我可以跟他们拍戏，就是看别人的两只眼睛。但是如果我和张无忌一起拍戏，我只能盯着他一只眼睛，不然就容易飘。